你只有以兰一个女儿，你已经不是我的妈妈了。我还那么执着的一直在找你，还在想要不要为了你牺牲爱情，放弃女贞。我早就应该认清现实，自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天，你就不要我这个女儿。我以为你一直也在牵挂着我，所以我一直找你，我想让你看看我长大，我的女儿长大。建明，建明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离开以后，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你，你没接，我就打电话给宋伯伯，你也没回家，后来我就猜你一定会在这里。对不起，我脑子里面太乱了。我知道，我不会打扰你，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陪着你，不想你生病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你是不是因为听到了陈阿姨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所以伤心了？其实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每个母亲都是自私的，都会袒护自己的儿女。是啊，毕竟她只是依兰的妈妈，不是我的。你个傻丫头，你这么在乎她做什么？你都不知道你爸爸有多么的关心你，多么的心疼你。还有你的小店，鹏飞哥和小丽，况且你现在还有我。所以佳明，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推开我了，好不好？让我走进你的生活，给我一个照顾你的机会，千万不要再一个人苦撑下去了。宇哲，真的谢谢你，之前我一直自卑，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，不值得你这么用心的对待，而且我害怕，害怕别人认为你只是同情我，害怕别人认为我只是贪图你的家世和财富，我害怕依赖你成习惯以后，你会不会像妈妈一样突然离开我？